事。可以团呀，可以团，来来来，我们有卡牌，有寒冰，有泰坦，一级集团很厉害，感觉碰到就死。啊？这么直勾勾的走过去吗？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我冲一下，冲一下，没死。寒冰减速了 ，nice， good。武林直接搞把多兰吧，打架多兰环子打不过蛮子的，多兰比常见厉害多了，主要刚好450、看这个蛮子红开还是蓝开的，我要去反他了。兄弟姐妹，看到了，他蓝开的 OK。中下别打架，打架他可能会去抓，给中路拼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他这个刷已经往旁边靠了。两级吗？怎么是这个路线？他可能会有侥幸心理，我绕一下来。看到没？这是我说的侥幸心理。他有可能会在塔，有可能会从后面悄悄的绕过来，所以我们直接绕回塔下找他就完了，大概率都能找到了。你们这以为打野只是个简单位置吗？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心理学。俄马西亚勇士，快过来，我 EQ 留一下，贴张 yellow。怎么整？怒火中烧了呀！这是一个红色性格的蛮王，脾气有点小爆。他看到他 F6 被我吃了，他有点憋不住了。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，能打的话还是可以打完三个虫的。所以说你有时候不确定，你就别打，因为很容易断节奏。举手之劳还是可以为团队牺牲一下的。我有点不敢过去，主要我过去难道会来呀、啊。六级蛮子不好杀了，杀他队友去吧。这下两个最好杀，下两个没位移脆皮，而且蓝色边抓紫色边这口子也很好抓。这波蛮子可能甚至会来下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！可以同步闪现。非要皮一下，你是觉得德玛西亚勇士飞哪呢？放
但是这臭中呢也配跟我打野 battle， 不知道我是版本 T1 吗？杀你跟杀小鸡一样。跟他为什么不怕他呢？是因为我们 A 的那个视野可以反隐，所以不怕他隐身，可以完整的打出一套技能，不然还是不能跟他打的。我先来个啊，哦，还好升了一级。刚才谁朝我丢的大？塞纳是吧？来给他回个礼。谁丢的鞭炮？魔法水晶剑，剑来。早丢啊，丢太晚了，助攻都吃不上。闪现拉我，能杀吗？上单游走，打野发育，真有女的搞针对，恶心人是吧？左边左边，给这卡牌一点就透啊！开个先锋来干下路，来波先锋杀人术，永世长存。闹呢，这是这跟谁作对呢？哎，伤害打到为什么没连上？出 bug 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凭什么敢 A 我这个蛤蟆？老子感觉就差这蛤蟆的血，原来是满血嘛，这波必须给他甩一个锅。弹幕赶紧给这个寒冰编个理由来，我有点受不住了。吃个蛤蟆跟他升了一级不会死，有道理。战斗之心，至死。不是喜欢拉我吗？啊，喜欢拉。我准备杀外面的人，有个红点在，差个一秒。我刚才左边就有个人在，来飞一下，飞一下。
我说打的伤害怎么有点不对呢？这满脸出肉的，他买了个钢币大好的快，他就来吃技能，待会儿不理他，他打了也不怎么掉血，别管他。对，对面一直盯着我。这塞纳什么装备来着？打他伤害有点低呀、啊，被他吃了一个夜刃，一波了应该。这边点。Yeah, but...